代志要办理啦，我就听了，我来讲，为什么你要去参加这场婚礼？因为我的查某孙，我的查某孙，我啊，你真是什么孙？我出家啦，啊，出家人要娶我，搞你什么地带？啊，不是歹势啦，我有我的身躯，我的亲戚对偌济人歹势，但是从来不对我做歹势，对世界人做歹势。当然，这不是对甲唔对的问题，这是观念的问题。所以，咱为虾米有分化内底？不过，常常你叫我讲爱讲这个正念，建立好势就是安嘛。观念建立好势，咱就做清楚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应该做。咱会当你的关心，咱会当用分化来度化，但是我们不能陷入情感的执着。哎，加班，加班。所以我有问啊，咱在世间内底，咱偌济，咱有偌济烦恼是被甲咱绑的呢？我的什么人？我的一切一切，包括出家嘛，要跳一关话，要跳两话呢？三工两工就为厝内底倒，该厝内底袂当停，三工五工就倒去俗家内底呢。三工两工倒去俗家内底，嘛袂当歇，袂歇真久呢。真有人头剃剃的。唔去家己住个所在住，平常咧住俗家。我前团住袂住，我家己买厝咁就袂使。我的钱买呢，出家人买咧山上的钱，我嘛是好呢。你今日的福报是过去还乃至现在，那必须有这个观念。我家己的钱，我家己买的啦，你管我遐济，唔是上帝管的，是。戒律是世尊制定修行人应该有的行为。什么物件，咱拢嘛走袂去。但是咱在家修行，咱要安怎看待这件代志？咱袂当去遐诽谤，咱袂当去遐诽谤。人法师有这方面的能力，有这方面的才能，但咱会当去遐扶持。但是我们不能造谣诽谤，因为这样的代志，不是咱认为对的。所以这个我问的这个问，咱袂当用咱家己的感觉去看待别人，咱嘛袂当用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。但是在佛院内底，在佛寺内底，咱一定要遵守着佛寺内底应该有规矩，大家遵守，咱做好办理。那么咱这个我问的这个模就容易了嘛，比较容易超越，比较容易超越。搁再来。是吗？卡苏啦，比如讲啊，现在在座大家人拢有天眼通，这个天眼通去看到你的寿命定时要结束，你会惊无？我嘛拢袂惊，袂惊啦，变作陈顺顺，袂惊，袂奇怪，袂惊。好，你看到定时时间到了，皮皮喘哦。我主啊，我啥物嘛唔惊，我死嘛唔惊，唔惊我唔惊，唔惊来喘啊！诶，出入一届吼，带学生，阮去即个毕业旅行啊吼，啊去参，去石钟文化村啊，啊有一个少年家，一个少年囡仔来载家啦吼，讲伊要去坐石钟文化村内底，就是自由落体，足悬的无，若有去过就知影吼，足悬的。伊讲我拢唔惊，去安偌勇敢的呢，吼，即坐起哩。你们在点一点瞬间就老了吼！我什么都不怕，我是嘛唔惊一个修一个好，修一个乖啦，我要惊死倒啊！边边啊翻白，脚徛徛袂住，咁软就跪了。我拄好徛伫头前，我讲你们那遐搞一手都顶咧，我是惊到软脚啦，我甲你顶咧。软脚来都袂惊，那软脚有咧。有人讲我死嘛，唔惊死你，唔知就是咩时间到了。所以死魔是一个很大的障碍。所以啊，有当初啊，咱来庆幸讲，虽然我现初时无能力看到我当时时间结束，但是我知影
足前日我很出奇，爱喝了八块时间。虽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当离开，但是至少我知道我现在当用功。纵然时间到了，我也一点都不惶恐。死魔这一关才能过关了。他说：“你看得见吗？”你惊我？要爱袂惊吼，确实要真功夫啦，真的要真功夫吼。这不是在随便的吼。搁再来天魔，天魔啥物好看？天魔啥物好恐怖？咱修行无非就是要断烦恼出三界啊。假使讲你所修行的目标理念，拢依然停留伫这个福报，搁有你较大的福报，可能是伫天界。可能是色界无色界，因为有真侪福报，但是你都无法度了较成熟嘛。魔惊咱修行，魔会惊你修福报。因为你修福报，你较侪福报，你依然伫三界内有啥物好讲哦？依然无出三界，所以天魔就是这样。我们不能贪着于五欲之乐，财色名食睡，天界。现在众生就是安那，福报大嘛，生活各方面真好啊。但是安那，未记咧修行啊，忘记修行，忘记解脱。所以在色界天界、无色界天的众生啊，听世尊说了了啊，世尊那么叮咛啊，回去要好好用功，用世尊，我当信教奉行，但是对到这些天拢未记咧，为啥物未记？福报伤大啦。福报心大嘞，得出来对，一个享受乐，什么都嘛忘记了，这是不是一个障碍？这是不是个魔？这确实是一个对修行来讲，无法度完全来了脱，伊就是一个障碍，就是一个魔壳，所以这世间魔，一边我们爱来调。所以讲，咱在经团内底用功啊，就是要爱让咱有这个因缘。好好来面对这些烦恼，做一个解决。啊，这些烦恼有对啦，有咱的心。所以说，就这点概率，就是要把咱这个心啦，会种种会无起烦恼因为有一个戒条规律来教育着咱安怎来做，咱才会犯规嘛。未犯规，照这个心情，咱得去关照着咱的起心动念。当我们能够关注我们的起心动念，不造恶业。那就会随时解脱，对，随时解脱哦。那这是一开始呢哦，简单的小讲哦，就提醒关于这个修行方面。好，假如讲咱后边这个修行一段时间以来，有啥真侪代志还未去改变，还未去转变，咱来先去思考，到底咱的方法用了对？为什么我修行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我是期望都这么重？何尝像咧调整咱个身体，用药遮侪时间啊，是安那拢无见效果啦？你看，搁要继续用迄贴药，医生开个药，食一礼拜袂好，两礼拜袂好，讲搁遮落好，嘛是袂好啦。修行苦多，咱会知影，咱嘛爱用同款个心情，知影要安怎去，互咱个面对着咱个即个正确个修行观念，咱只好都一关一关来过。好。那咱继续来看咧，咱顶一回这个讲义吼，咱已经看到第二页了吼。我们看到这个那咱看到第二页的第二段吼，净心戒观法，净心戒观法，以针对佛法的修行角度，有这个考量考虑。净心戒观法呢，是这个遵照着咱这个修行的基本的整体这个观念，就是戒定。修绝对袂当持戒，是讲只是持戒，不是为了持戒而持戒啊。持戒里面，我们还必须配合的戒，还有定慧等持。不然哦，只是做个持戒了。这个修行方式，修行的这个形式，足注意，但是呢，去疏忽着
禅定智慧的这个运用，确实那安尼真可惜。所以呢，净心概括吼，咱今天主持要看的这本经书吼，是以整体佛法的修行角度来做考虑，吼，来教育的地主，教导的地主，啊，诸天比丘对治，啊，对治的现行烦恼所做的这个一本的佛法概论啦，所以我称它为一本非常简要的佛法概论，包括。这个三宝啊，包括四圣的十二因缘，包括六道波罗蜜的种种修行概念，拢总有。啊，那么四圣的甲持戒要哪来运用？当我持戒的时候，我如何行菩萨啊？有当初啊，咱在这个概论的时候，持戒咱这个菩萨都，有的人就感觉有冲突，敢真正是冲突？为什么会忍袂过、死袂过？咁是真正解脱的问题，或者是咱心性的问题，或者是咱对佛理教理的深入无够彻底，产生的误解啊，产生的误解。比如简单来讲，咱这拢有，常常拢有人敲电话接电话嘛。比如那拄啊，都困醒迄个接电话。都困醒迄个无，还是人你伫歇困的期间，人电话卡来甲你吵着的时阵，甲你吵精神的时阵，你接电话，你迄、那个诶，迄、那个开口，迄、那个语言，有可能较有精神，对无？人讲啊，某某法师啊，麻烦你帮我做三对，好啦，啊，做不来，你对我，啊，拜托呢，唔情唔愿啦。对方唔知你是都困醒，或者是你第三情之下来讲一句话啊。其实咱内心是讲完全接受，但是对方听了了是安怎？安做，我安拜托你，安真无耐烦呢？会不会产生错误的观念？会。何以故？因为咱是用咱的感受，不是用对方的感受，所以产生着真侪误解啊。所以持戒，咱一定要配合着定慧的运作，才有法度全面性。来提升着咱的佛法修行。那么，咱要建立着这个提升着咱的智慧，咱就要了解一切烦恼离不开着智慧，所以一定要加强着智慧。好，所以这本经中呢，是以这个来讲是对治烦恼一本的佛法概论啊，怎么对治烦恼？好，以主要目的呢，那是为地主。哦，为咱这个哦修行地主，哦这个学习这个精，哦精就是啥，断除掉咱的业境烦恼，课程就是烦恼，精就是让咱这内心的烦恼，让咱能清除清净，哦清除清净。记着咱心内底这个消这个结婚的不幸，免为观。所以咱来去观了，观来啦。咱每一个人，拢为本来清净不幸。陈清讲，咱要安怎平等对待一切众生？有的人行为真端正，有的人行为并无端正。但是要叫咱讲对。任何一位拢爱同款来平等对待的时阵，真无容易啊！但是咱爱去关照着这一种的起心动念，那是哪？一切众生无所夹以来，伊的自性本来就清净。我今日尊敬你，我今日对你平等对待是来自因为你佛性本来就清净。他说。伊的行为有所过失，需要咱甲肯定，需要咱甲纠正，咱赶快来甲纠正。但是当咱。